神医，别吓唬我，神医。神医，你别吓我，醒醒。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给我做人工呼吸吗？耍我，你不要命了？夏菊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混蛋！夏菊，明天一早我在沙滩等你。渣男，我死也不会去沙滩的。不要再躲了，你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不要再躲避自己的内心了。我爱你。嫁给我好吗？谁啊？你好，服务员。啊，来了。早上好，这是陆先生给您准备的早餐，我方便进来吗？嗯，谢谢啊。这是陆先生让我交给你的。请慢用。陆十一，你明明看中了这条手链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帮你挑啊？突然想起来，我女朋友不太喜欢戴这种贝壳发卡，我还是觉得这条手链更适合她。你走进我的视线，我就喜欢你，温暖的就深深的爱上你，多想留住时间。我以为你终于朝我迈出了第一步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夏雨，你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。但至少争取过呀，就算结果不尽人意，也不要给自己留遗憾。夏雨，明天一早我在沙滩等你。背起行囊，往反方向流浪。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，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。我只好假装去说谎，去流浪，很幸福的样子。
就陪着我想。夏菊，以后我出去旅游，你帮我当导游吧。还给我。小菊，我喜欢你。我没程朗那么好，但我也没那么坏啊。承认喜欢我这么难的吗？啊？陆十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耍我很好玩是吗？我医院有事儿。你医院有事儿，你让我来沙滩干嘛？你现在在沙滩。你看我被你耍得团团转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陆十一，你个混蛋！你为什么每一次都不告而别？你去死！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喂，程朗。小菊，我晚上要加班啊，乐淘的单身派对我可能去不了了，你帮我跟他说声抱歉啊。嗯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跟他说的。对了，十一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会不会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很熟吗？你们俩到底怎么了？你能不能不要提陆十一了？以后都不要在我面前提陆十一这个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。小菊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很多事情呢，不光靠听的，还要靠自己去思考。我现在每天忙得要死，我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些无聊的人和事儿，更没有时间想陆十一。我有说过你想十一吗？你诚心跟我抬杠是不是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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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逗你了啊，我先挂了。在高原里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，没有人能够明白你，快乐不透明，痛苦不彻底，很高兴你是不甘心这样放弃，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，有些泪需要休息，时光里染上的印记。今天吃好喝好玩开心，千万别给我省钱，好不好？开心一点。怎么了？哎，十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哇，等你好久了。十一，要跟他结婚了吧？来来来。恭喜恭喜恭喜乐淘，坐坐坐，快坐下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今天老同学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你跟十一应该也很久没见面了吧？谁跟这种骗子扎着是同学？你们
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小菊，我那天真的是临时有事，医院里通知我有两个手术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也不想跟你说话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俩谁都不认识谁。我上个洗手间。哎，你。小菊，今天是秋乐桃的好日子。忍。小菊，我不管你们两个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今天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开心一点？你放心吧。小玲现在有男朋友了吗？她没。哎呀，我说你要是没男朋友的话，考虑一下我们鹏鹏呗。鹏鹏挺好，就是黑了点儿，反正。朋友们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虽然有些人呢变得不堪入目，但是你们大家还是很好的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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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干杯。坐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下，好好的。嗯，十一，不是，黄蝉怎么还没来啊？这人就是喜欢大木，在路上呗。死胖子，大家，大家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才过来啊？就帮安排明天婚礼的事儿去了。包包，怎么不认识了？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哇，你现在好帅啊你！也就还行吧。别臭美，说正事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，大家都过来一下，想跟大家说两句。今天呢，有很多新的朋友，也有很多老的朋友。今天你是不是想请包包帮你做司仪啊？看他那个贫嘴的劲儿，还挺适合的。小娟，你闭嘴啊！没脑子。不管怎么样啊，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。今天所有的消费呢，都由我来负责，我来买单。来来来，我敬大家一个啊！他买单。来，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啊！嗯，宝宝，你有点喧宾夺主了吧？你又不是新郎。小举手放开。你是新郎？是啊，如假包换。怎么是他呀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惊喜吗？当然惊喜。哎，等会儿夏小菊，怎么就不能是我了？刚才还夸我长得帅呢。我跟你开玩笑，你还当真啊？开玩笑是吧？夏小菊，你今天是不是来砸场子的呀？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淘淘要嫁给包包啊？你哪位啊？你刚才不是说我们谁也不认谁吗？你不是说不想和我说话吗？你我不知道乐淘要嫁的人是谁，但我知道我好兄弟包贤贤要娶的人是谁。你前几天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问过我吗？再说了，你好闺蜜结婚，你连新郎是谁都不知道，
你觉得你们是好姐妹吗？你闭嘴！不，你问的我吗？我，你为什么人家不告诉你新郎是谁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像你这么笨，你就是个猪，还是个笨猪。好，别去说了，没有比你再笨的猪了，真的。你才是猪，好了。哎呀，你别跟他生气嘛。还有你啊，你这么多年保密工作做得够可以的呀，给你一个惊喜嘛。小菊，来喝。好啊，我一定要超过你。我也一定要超过你。考试的时候你就不是我的对手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当时要不是我作弊被抓了，倒数第一肯定是你。注意安全啊！拜拜拜拜拜拜！喝啊，小菊！你们俩别喝了。秋乐桃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看男人的眼光不行，整个倒数第一，不行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都对，但是咱们现在先别喝了，行不行？乖，小菊，我跟你讲啊，找男朋友可不如看学习成绩的。怪不得你还是个单身狗，快啊，小菊，喝呀！你也别喝。十一，你干嘛呢？你赶紧过来帮忙啊！他俩不能再喝了。小菊，你快点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行了，包老板，别喝了啊！十一，十一，别拽我裤子，我听着呢。你说说说。在学校你什么都比我强，但是在找女朋友和老婆这方面。你可不如我。是是是是是，你最厉害了。哎，这是十一。我想吐。我在楼上酒店开了一间房，你先带小菊上去休息，她实在是喝太多了。包包在这儿，我照顾就行。拿着呀。不是在做梦吗？别让泪水欺骗自己的眼睛，时间是无法修改的证明。如果有
想起你的声音，为何一个小小的声音让我改变所有的表情，本来我想走得很安静，都是我不小心。为何一个小小的表情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大图啊，其实我又忘得很干净，那是我不小心。为何一个小小的表情让我知道真正的内心，其实我又忘得很干净。马上过来。欢迎来到包翔翔邱乐桃小姐的婚礼现场，在此呢，我代表二位新人和他们的长辈欢迎各位的到来。拜拜拜，宝宝加油，帅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期不期待幸福大门后面新娘的出场呢？好，那跟我一起倒数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门。在父亲的引领下，我们的新娘披着洁白的婚纱向我们缓缓地走来。此时此刻，在她的生命中最疼爱她的两个男人将在这里进行一项重要的交接，这是一次交托，更是一种信任。接下来，新郎把手中的手捧花，敬业一点好不好？今天是乐桃和宝宝的婚礼，福好，福好。哇！请父亲把您最疼爱的女儿托付给您面前的女婿。小说那些分分合合，制造了悲伤快乐，想起你的只字片语，情节一样符合，我假装没听过。朋友们都听说我对你的不舍，我想也没那么苦涩，看着你。人生漫漫，多少个日夜的期盼，今天这对新人将在这里结为夫妻。歌词里面常常唱到，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而婚姻则像是春天徐徐吹来的暖风，寓意着新生，寓意着希望。这个时候，这对新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身旁，他们将褪去恋爱中的浮华，满怀期待地与对方共度余生。新郎包翔翔，
您是否愿意娶邱乐桃小姐为妻子，一生照顾她，爱护她，直到永远？我愿意。新娘邱乐桃，您是否愿意嫁给包祥祥，一生爱护他，守护他，直到白头呢？成全了寂寞，我愿意。哇哦！有人曾经说过，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。今天二位新人在这里许下彼此的诺言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下面这个环节呢，应该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了，那就是扔手捧花的环节。那这个环节呢，如果现场有单身的男生女生想脱单的话，就赶快来到我们的台上，抓住这次脱单的机会。哇，这么多单身吗？我们现场好，看谁今天是最幸运的，可以争夺这唯一一捧手捧花。来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有请我们新娘。字儿没别想。二，耶，哇哦！好，恭喜我们小菊抢到了手捧花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哎，快点，现在啊？现在不是，我进来就搞定了。今天呢，还有一个小节目，就是我的好兄弟陆十一。没这段时间，我没那么多时间，字还没记下来，你等一下嘛，马上的。这次一定要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舞台交给我的兄弟十一。进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。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我喜欢一个女孩很多年，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她告白。我们认识很多年，错过了许久，但是时间和距离让我更加认清了我对她的感情。小菊，我曾经一直跟在你的身后跑，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回头看到我，但是现在我不想站在你身后了，我想和你并肩而行，共度余生。真的在乎我，你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？小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小菊，你记住，我没有女朋友，我没有任何，我一直都只有你。哇哦！嫁给他！
小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真实的。